这问你说哪一句话最不科学了、啊、哈？那有涂有氟的牙膏可以防止蛀牙，没错嘛。好，那盐类好，含有盐，运动后可以使用，就是运动后我们需要电解质的补充，加盐不错。那本饮料有天然物质配置，不含化学物质。哎，同学，化学物质，那请问就连水的话，都是属于化学物质吗？所以说，本饮料纯天然物质，天然物质它也是化学物质啊。所以 C 选项这个选项是不能选的啊。那食盐要是我们加碘的话，碘可以预防甲状腺肿大，这也没有问题。矿泉水好，它含有少量的矿物质，它有益健康，所以我们要喝水，除了喝 H2O 之外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喝那个喝进一些矿物质。